大家伙应该追不上了吧？站住！嗯，李小渣，你想害大家陪你送命吗？那你们别去，我一个人就能解决黑龙虫兵。冷静，如果大喊大叫有用，阴帝国早就没了。杨天，你让我冷静！下等生物虫子就该被碾碎！啊！项链，我绝对不会把它弄丢的，我饶不了他。别不自量力，自取灭亡。你说什么？啊！不吵了，对嘛，大家都是好伙伴。不，这明明是你。你说什么？没有，只是他在闹。少来，你那说话的态度就没想和别人好好沟通。队长说是就是。队长？对，我就是风神小队的队长，雷鸟星人雷雨。那你之前都去哪了？之前我们遭到埋伏，全靠雷雨独自引开敌人的大部队，我们才能抵达荒漠之星。这么厉害，甩掉他们还得赶来汇合，真的超累的，我现在就想回四不像睡个美容觉。我们就这么逃了？虫饼那家伙可是……我说了不，李小渣说的对，尽管麻烦，可我们必须回九湾号。石矶大人，武器即将破解，马上就能归我们使用了。很好，虫饼大人，只要装备九龙神火炮，您的黑龙机甲可就无敌了。不行，绝不能把九龙神火炮交给恶老人。一旦虫饼用上，我们无法再和他抗衡。没错，江鱼，所以我们必须。雷雨，闭嘴！结晶毒素，你被天蝎毒针刺中了。难道是？小心！江鱼，你是为了救我才……没事，飞船上有治疗抗体，先解决虫饼那边。不行，结晶毒素疼的就像千刀万剐。我们先送你回……别管他，继续。雷雨，好好想想，江鱼为什么要忍着，少在这婆婆妈妈。好，我们杀回去，三个一起上，收拾那虫兵。不，这样没有胜算，由我来引开他，你们趁机潜入，拿回九龙神火炮。他要是不上当呢？我们会赢的，你相信我吧。不，这说服不了我。成天不可能，你就不会说点别的？一腔热血解决不了问题，你还不懂吗？我撑死了！为什么要二选一？我偏偏就不选。准备行动。91、92、93，马上九龙神火炮就是我们的了。黑龙虫兵。下等生物。我先躲起来。少啰嗦，开招！风雷战旗。来，小丑，尽管取悦我吧。就这。好戏现在才开始，风雷黄金棍。这是什么？成功了！能量积木的异空间。喂，雷鸟击神，再来！
击神。黑龙虫柄。竟敢伤害我家小弟，你这家伙，我饶不了你。机械领域，这是昆仑总部开发的新招式，它会创造出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异空间，这么一来再激烈的战斗也不会对现实造成影响，而且直到领域消失，我方机神都能够以最佳状态战斗，所以我们要在机械领域内围攻重屏。很可惜机械领域只能一对一，你们还有别的任务啊。快，在装备空的都过来增援。收到，史基大人。喷流星人的翅膀，炎舞星人的爪，吸吸星人的毒针。为了变强，你吸收了多少生物基因？你会记得自己踩到过多少虫子吗？而你是虫子。什么？在我眼里，你们就是一群蝼蚁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风雷长矛。区区虫子，尽是徒劳。这下有用了吧？蝼蚁就是蝼蚁。结束了，没错，黑龙虫柄，是我们赢了啊！引爆九龙神火炮，就算有集结领域，我们也赢不了。哪怕抢回神火炮，我们也无法逃脱追击。
既然这样，还不如炸掉它。我同意，可这要交给谁？没问题吧，江少？再麻烦也只能干了。我按。区区下等生物，竟敢！怎么样，已经解毒了吗？我没事。杨天，你看，这是？那是荒漠之心悼念逝者的习俗。啊，难道他知道了？对不起，阿仲、小雪、林丽，你们都看着吧，我一定会变强的。